不服，你是住邮电店员嘞？我好几天没洗澡啦，这是你，不是我啦。但是我看一下，我会怕。这是一只蝎子啊 ，Over， 不要相信他。他说那是我，这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嗯，这样子哦，那我看一下好了。确实，我觉得沃夫不太可信。Fick， 你觉得呢？你要说他是什么？你要说他是什么？你要说他是屁呀！他的确是一只蝎子。他刚听死了。我相信沃夫，他是一只蝎子。他是老鼠。你相信沃夫的话，他是老鼠。不要。信错人了吧？人与人之间，你要相信我说话。我前面都说他是老鼠呗。你要相信你的枕边人呐、啊、，Fick。欸、Fick， 这游戏不是别人讲什么就是什么呢？你要检查一下呗。奥贝尔，这是一只奇拉。这是一只奇拉。那我先看一下草莓有没有跟他很像好了。我看一下。那是奇拉还是奥贝尔的兽形态？我认得出来啦，这是我的兽形态啦，它是一只蟾蜍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它是一只蟾蜍啦。啊，它是一只蟾蜍啊！真的是 Fick， 你为什么那么诚实啊？真的假的？这是蜘蛛。蜘蛛。这是蜘蛛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蜘蛛。它是一蜘蛛。大师兄，师傅被抓走了。好，它是一只蜘蛛，去吧。我也要爆开了，爆开了，我要爆开。小西，啊，它是一只蟑螂，它会繁殖。我看一下，它真的是一只蟑螂。哦。那我相信你们，它是一只蟑螂。你们真的好不会说谎啊！你们都是诚实好宝宝哎，天哪！和你好好玩。你要是一要咬吗？它是什么呢 ？Mizuki？ 它是一只苍蝇。他的语带效应好可怕、哦！你说谁相应？效益要有效益，好可怕！他在笑，边讲边笑，好可怕！你说他是什么？他是一只苍蝇。真的吗？嗯，我觉得他不是一只苍蝇。天哪、啊！原来瑶瑶跟我都一样老奸巨猾。哪有啊？哎呀，真是的，难怪我们性质那么像。那自己突然，它是一只，不断的向瑶瑶发起挑战。啊？它是一只什么？这只才是苍蝇。这只才是苍蝇。嗯。刚拿错了。我感应一下。啊哈。你也可以看啊，其实。我真的可以看吗？你确定你不看吗？就你看就改下一个了。嗯，没关系。还是你要直接猜？我现在这样子，我就看得出来它是什么。它不是一只苍蝇。我也觉得可能是蝙蝠。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我直接蝙蝠了，各位。哎，小西，你还要再找瑶瑶玩吗？不要，你确定你要找瑶玩了吗？瑶瑶的通灵啊，我很喜欢跟你玩哦，米兹基。他是一只，跟你玩游戏好有趣哦！他是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我知道是他怕了，他怕了。他是一只蟑螂，他是一只蟑螂哦，他是一只蟑螂哦，他真的是啦，他真的是哦。如果他真的是蟑螂的话，你只要说是，他就会三张蟑螂了。那他就是一只蟑螂啊。怎么那么诚实？金牌了！金牌了！你都这么诚恳的，诚恳哦，好诚恳哦！啊，停牌了，妥，停牌了！哇，对，小西这一轮玩很久哎，都他在玩，对对对，你选好多牌啊！等下是四张就。
得四张出去。你该不会想要来个最后自杀炸弹吧？为什么这是一只蟑螂？其他这是一只蜘蛛，是一只蜘蛛。他绝对不是蜘蛛，他一定是一只蟑螂。哈哈哈是蜘蛛。谁说他是蟑螂？我要看一下。哇、啊，终于逃过一劫了，小溪逃过一劫了。真的，恭喜小溪。他是一只蟑螂，他想害我。裂开了，他快裂开了。我就说他，那张应该是蟑螂，我觉得。啊。他一定是想说。他是一只蜘蛛。哦、好啦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看一下吧。干嘛？你刚不是很笃定吗？你不是很确定是蟑螂吗？怎么没有啊？我还是会怕，我还是会怕，我还是会怕。刚你们说什么？小溪说这是一只，我说蜘蛛，然后其他说是蟑螂。嗯，我又说是蜘蛛。现在蜘蛛两条，蟑螂一条。你们真的好爱骗人哦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？这明就是一只蟑螂。它是一只蜘蛛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欸欸、欧贝尔，这么爱骗人啊？终于在我手上了是吧？哎呀，怎么这么爱骗人呢、啊？还没有呢，就是一只蜘蛛哦，油条。呼呼，嘿，他们骗人，这明明是蝎子。还有谁没有？还有谁没有王 K 吧？那张是瑶瑶面前的张。你只 K 跟瑶瑶，你只跟瑶瑶是不是？哦，当然没。Mizuki， 这是一只蟑螂。你们真的很过分。Mizuki， 我告诉你，你翻开来说这不是蟑螂，这张牌就回到沃夫手里了。啊，不然你也可以给瑶瑶，这样他就要猜了。啊，可是如果他是蟑螂怎么办？对啊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蟑螂。可是，那你就你觉得拿起来看啊？他不是。哎哎，你看吧，哭啊！我不无种了、欸，加油！你还差三种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快要溢满了，沃夫溢满，溢满确定了，当当当当，我是无双了。Fick， 哟，这是一只苍蝇，不是下去吧？干你老师了！好快啊！为什么？要几张牌？一二三四，沃夫没有牌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拖米就可以下去。有够过分！哎、欸，沃夫这样手牌打光是输了，是不是？就是算结算吗？啊、他现在要跟米兹可以拼一个，一个，我把他拖下水。哎、欸，这很好玩呢、欸，好好笑。可是是算面前的牌，还是算什么？可以再玩一把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超辛苦。等一下，我要来思考一下哦。思考的话那就不是了啦。小溪那边那么多张牌是被自己玩死的，都是自己回来。Mizuki， 这是一只蝎子。那我可以看啊。我觉得，嗯，哇，那没害到他，他不没害到的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笨蛋，他是蝎子，蝎子，他这是在装傻吗？他要搞我，这是一只蜘蛛。他说谎，他说谎，他说谎，沃夫，他说的是对的，不是沃夫，看懂吗？我说谎，你在干嘛？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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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是一只蜘蛛，他是蜘蛛。来，我输了。是蜘蛛，耶！我输了。操！哇，我跟瑶瑶。我不受伤了。